再来开始讲卡片，这先继续解下去。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有的好了。你江流哎，怎么看我已经有了？嗯？屁啦，我最后一只。诶，所以没有的可以。天呐，从最下面开始讲吧。喂。诶，这上面的有没有比较有趣一点，因为它是最稀有的。套餐。我们先讲神兽好了，套餐。诶，是连套餐吗？它其实就是狮子，对。很有名啊，就是古代神兽，然后这下面有下面就有一些，下面比较偏小啊，哎，怎么没有人聊啊？这帮人哦，嗯。当时要。